蔡阿嘎，盐上刚好才100台币的东西，可不可以让我出国还日本人一个清白？明明就是谈日友好啊，可不可以呀？啊，他真的讲得好难吃啊！偷椅子不到，蔡阿嘎被盐上刚好，跪求出国还日本人清白。乖观众，跟我一起抵制蔡阿嘎，我们把蔡阿嘎下架，我们为日本人出一口气，出战啦、啊！网红蔡阿嘎因为拍摄日本五家丑难吃的连锁地雷店，语带嘲讽，走到出征。虽然下架影片道歉，不过这把火泪已经烧到日本，六号还登上了当地新闻。曾经也在美食公道博系列影片极度被盐上的兔子看了也摇头啦。来来来，听说爆难吃的，我们听说爆难吃，我们日本人都不吃的，直接骂没关系啊，那人听不懂啊。这里的人听不懂，直接骂没关系。光这几句话，有超多语病可以挑的。一定又是大雷电，没事。他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他已经预设了今天吃到的应该也一样是。你看他嘴脸，跟我还是有些差距吧。我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，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。阿嘎是花了小小的钱，想要得到很高很高的体验。然后还亲自拿这个胡椒还是胡椒盐给他，日本人热情，好难得会在日本吃到这么组合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组合肉，组合肉。哎，500日币是等于多少台币啊？等于100拉面哎，难怪蔡阿嘎盐上刚好。才100台币的东西，你在台湾都找不到这个价格。这人家老板还好心给你胡椒盐，我真的好生气呀！为什么要限制我出境？法官可不可以让我出国还日本人一个清白？明明就是谈日友好啊！我们台湾只出了一个老鼠屎 YouTuber 啊，现在搞得日本人对我们印象不好了。法官可不可以呀？啊，他真的讲得好难吃啊！啊，什么死咸？哇，什么这个面又怎么样怎么样的？哇，这可乐饼又摆太久，可不可以让我去这五家店吃一次？对，老实说了，我拍吃的这么久，其实我也是有踩过一些地雷的，但是我下片都下得很快。通常这个太廉价的东西呢，不要说廉价，平价的食物，如果你编得很用力的话，其实大家是会反弹的。其实我已经走在你前面了啦，阿嘎。啊，跟不上我的速度吧，阿嘎。这边也跟有造成困扰的店家在这边跟大家说不好意思。我看不下去了。伟大的亚洲统城曾经说过，不好意思不等于对不起哦，你只是有点拍摄哦。对不起。1、2、3、4。只能说诚意满满啊。